就將嗰個版面就簡化咗做咁樣樣嘅，咁就第二個遊戲亦都係整咗咁。除咗心眼之外，就有一個叫 Duck and X 啲遊戲咧，就可以玩到嘅。咁啲遊戲咧就打開就咁樣。就最簡單個 spam 嘅遊戲咧，就係幫呢個鴨仔咧就畫一條路線嘅。咁撳嗰啲綠色嗰啲草地咧，就可以轉到嗰個路線。例如咁樣就可以玩到啦。咁就要自己決定輸贏啦，就咁就完咗啦。咁啊撳 reset 咧就再玩嘅。咁可以揀上下左右同埋揀係冇方向嘅，例如咁樣就一個遊戲啦。你如果完全唔識玩 spam 嘅人咧，就可以試下啦。其實 spam 就係咁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咁樣玩咁，我哋開之後再整咧，等係可以完成嗰啲任務。多謝大家賞。